一般人听经之不能开悟，就是着了相。着了什么？着了言说相，着了名字相，着了心缘相。着相听经啊，听上无量三八分期劫都不会开悟，还是个凡夫。如果要立相听经啊，给诸位说，听一次就大彻大悟，著名心见性了。即时成佛，这说不定。什么时候你立相了，什么时候就成就了。你要是还是舍不得，不肯离，那这个时间就长了。所以，成就与否，时间长短呢，完全操在自己，不在别人，与人与境都没关系，全在自己啊。佛法称为无义道人，真是名实相符。就看自己能不能把分别执着妄想啊舍掉离开。佛法修行离不开定慧，不但是禅宗修禅定，学教也要修禅定，定就能入门，没有定功入不了门。定叫什么？定叫我们放下，放下妄想，放下杂念，把清净心找回来。清净心就是禅定，定能开慧，大彻大悟，这叫入佛境界。宗门不能得定，没成就；教下没有定，也不能开悟。所以定是修行，佛法的修学要开悟，才算是你学到了。没有开悟，你什么都学不到。为什么不能开悟？妄想太多，妄念太多，所以心是妄心。能够把这些妄想放下，都丢掉了，真心现前，真心里头没有杂念，就会有开悟。这真心难的都是妄想，妄想把雾门统统遮盖了，功效都失掉了。所以老师教我们放下，不管是善恶统统放下，把真心找出来，真心就容易开悟。除障很难，妄想杂念障碍，恢复清净心就会开悟。开悟重要，悟从哪里来的？定来的。万缘放下，人就会开悟。人不能开悟，是被这些欲望、烦恼、习气障碍住的。所以放下万缘，障碍没有了。这是为什么说读书前面记自见，自见是开悟，经上的义理你全明白了。你要问为什么？因为你本来是明白，诸佛所说的都是真心话，真心就懂，妄心就不懂。那我们一般人用妄心，不用真心，所以是烦恼习气障碍开，开不了，必须要回头用真心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就是真心。所以真心不是体会，那就是开悟，不是从外来的，不是从哪里听来的，哪里学来的，那些里面的智慧向外面投，那是真的。所以心即心真，心是放下，放下妄心，让真心投出，佛法就明白了。一切众生
借由如来智慧的相。大经佛这个说法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我们要相信。理跟思要透彻，然后才能信。有心有解，没有心不能成就。心就是放下。后面最后一个证，证就是开悟了，你证明了，不靠外面，靠自己，内里面用功夫，正是佛所说的正确，正是在这个阶段你会开悟。那些正是都说千遍记忆自己，为什么一千遍念下去心定，妄念没有，杂念没有，欲望没有，心得就是智慧，这个门就开了。那我们多时间的时候能不能开悟？难，没有不能的，什么时候都难。只要你不为境界所诱惑，你念到什么？念到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念得字字清楚，没有念错，没有念漏掉，一遍一遍念修定。不懂这个道理都不晓得，懂这个道理真有受用啊！眼在色尘上入定，耳在声尘上入定，鼻在香尘上入定，舌在味尘上入定，这叫真修行啊。古人呢，好，都懂得这个道理，一门深熟，长时熏修，容易开悟啊。我们不能开悟啊，就是搞得太杂了，太多了，太乱了。现在人所讲的心浮气躁，心浮气躁不但是道业你不能成就啊，世间法也有困难，你做事情的烦恼也多，障碍也多，这是心浮气躁嘛所感得来的。古人呢，一门深入，他心是定的，定容易就。张家大师教人一定是心完全定下来，有一丝毫浮躁的习气他不说话，所以跟他在一起两个小时能说十句话就很多了，完全在定中。为什么你能得受用？你真听进去了，你一辈子不会忘记。现在浮躁的时候这儿听那就出去了，不管用啊，不懂得他说的意思，这是真的。浮躁的心没用啊，佛来给你讲都没有用，你听不懂，你听到他的言语，言语的深深的密意你完全不了解。怎么开悟？戒定慧，心定了，妄念没有了，定的时间久了，豁然开悟。功夫成熟，时间长短自己决定，与外界不相干。他需要定，定产生智慧。你没有定够，不能放下，心里还有妄念，还有妄想，这个一辈子没智慧。看破就是了解事实真相，放下了，不要提起正念。正念就是清净心，清净心现前就有开悟的可能。所以人会不会开悟，看他的心清不清净，心上还有没有东西，不等世间东西没有，佛也没有，你有个佛有个菩萨，心里还有东西障碍你开悟，你不能进行。你学的时候是外面来的佛，不是你自信佛，流出来是自信佛。你修行的功夫又得力，换句话说你的定功啊，定慧愈深，他那个物业的大风浪啊，你能够降服得住，大力了。
这个力量的时候，这个波跟电磁波一样，它波得很远呢、啊，所以也能够影响到全世界。但是越远的地方呢，我们知道那个力量薄弱，在现前这个力量很大。这个道理我相信诸位不难体会，所以我们一个人明白觉悟了，一定要认真努力修学，在戒定慧上下功夫。